我们热烈欢迎其他驾照。我今天是代表神奇宝贝出场。那神奇宝贝有一个叫双蛋老师。那双蛋老师在神奇宝贝他的攻击厉害的地方就是吐口水。那所以呢，今天就来爆料，好，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那我今天大概两个主题，那第一个是索尼的世界，第二个是海贼王的世界。那那个索尼的世界，等一下还会请那个 Fiodo 再补充一些他看到的东西。好，那 ITO 其实已经说明很清楚，就是说你世界它本身被攻击，那里面的资料全部会拿出来，而且拿出来资料非常多，除了 1.5T 的资料以外，还有一大堆影片，比如说即将拍的、还没上映的、正在拍的、拍的被 cancel 的，全部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那实在太大了。那我看看一下，大概15T 到 16T 我都放弃了，因为虽然说那个未上市的影片比较好看。好，那所以我着重的地方还是在它的一些资料部分，还有呢，到底这个是谁做的？那在网络上很多传言，大家分析一下。好，那整个索尼的世界的话，你大概也看得出来，那大概从那个11月24日的时候开始就有新闻出来说，哎，它被攻击的。那再下去之后，那个 GOP 就是一个骇客团体，他自己就出来承认。那而且呢，其实他在这个事件之前，其实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因为要钱啊，要什么都有。好。那再来呢？12月1日 ，FBI 介入调查。FBI 介入调查第一天就说可能是北韩做的，好，那蛮厉害的。第一天进去什么东西搞不清楚，就知道是北韩。那这时候我觉得蛮奇怪的。同一天 ，GOP 它本身泄露了大概26.4G，这边的资料里面包含了一大堆个人资料，所以包括有员工可能会向所谓的 CEO 所谓的诉讼。好，那再下去呢？在12月3日，那本来的外交官先出来否认，这不是我们做的。同一个时间呢 ，GOP 又释出了第二批资料，这里面的资料就更精彩了。这里面的资料把所有索尼上上下下、对内对外任何可能会用的密码全部都泄露出来，那真的很可怕。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爆料的资料，这是网络上爆料的。那当然大家最好不要去抓，因为呢，索尼本身希望大家不要再散播。所以呢，我这东西看完之后，剪个图之后，我现在已经把它丢掉了。因为我本来还想说去统计一下账号密码到底运取得好不好或怎么样。好，但是你可以看得蛮精彩的哦。它这边有显示出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 Sony 在 YouTube 用的，在 Email 用的，在什么地方用的 ，AD 本身改了什么东西，投资者，比如说本身投资股票，所有密码全部都是一个给你的。所以你每个点开那个 Sony 本身可能就一个大密码不见了，这光是要改这些密码可能就改不了。第二个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Sony这一款？那这个东西我们还不清楚。那当然，爆料的资料里面还有更多，比如说这里面的话是所有联络人的资料，包括对内的、对外的所有资料都是双方的。同样的，这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目录。那这一个一个目录的话，看起来好，又出问题了。好，那看起来这一边的话，就是目前知道的，包括财务部门、包括人事部门、包括制片部门，全部的资料外泄。从我们现在爆料资料可以看，大概哪几个单位怎么受害。好，那再来呢？这边的话，大概就是9日的时候，北韩官方刚刚是外交部，刚刚是外交官，现在是北韩官方出来否认。在12月17日，索尼决定取消所谓的供应。那取消完之后，那FBI 就会紧张的，而且赶快跳出来说：“哎，一定是北韩做的。”好，因为不然的话，可能那个事件就被遮起来，就没事。好，那再来呢？从19日开始 ，FBI 公布正式宣称北韩有做以外，很多人就开始在问到底是不是北韩做的。当然，有一批爱国人士就要求美国一定要制裁，所以23日的时候，北韩的网络就断光了，他有9个小时连不出去 Internet 上面。好，那原因不明。那当然，合理推测是北韩的电力本身系统是不好，因为我最近在看他们北韩的 IP 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网络是断断续续的，他网络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好，那22日的时候 ，Sony 就反悔了，宣布他要恢复供应，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就很多人去看。好，那看完之后大家很失望，因为这片子拍的不是很好。那1月2日的时候，那个美国正式宣布对北韩进行新一部分的经济制裁。那大概这个是整个的新闻事件。那再来呢？这边的话，我就要帮
那个收女讲一些好话。大家可能会想说，收女这么大公司，为什么资安做这么大？事实上，如果说你从外系的财务代表，其实收女花的非常的多钱在做他们资讯安全。举例子，光是保险这边大概就保了大概快2亿美金，这么多的所谓的险，这些险是保护他们的个资，保护骇客被入侵，保护他们符合法规这东西。那当然还不止，他们本身还做了很多所谓的风险评鉴，而且呢，每个部门还有分所谓资安等级，哪些部门应该优先采购什么东西，全部在财务报表里面看到。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索尼是蛮负责的一个资安公司，蛮负责的一个公司，他真的花很多钱在上面。那当然，我觉得他有一个情况是，他花了，当被骇客攻击之后，他本身应力不可挂，这种等一下后面可以介绍一下。好，那顺便帮索尼说一下话。因为听说有收听的人会来听，我就很担心。好，那再来呢？我们开始从官方所公布的，这是 FBI 跟美国社的公布的，就攻击收听的恶意指责这么多。因为事实上，真正去内部帮收听查的公司没有几家。好，那所以呢，像我的话，从网络上很努力的时候跟朋友要，大部分人跟我讲 NDA， 所以我的要到就在最下面的地方，这个专门在清理一点的。上面这些种类的程序全部没有料到，那当然你看到这些种，这 A 程序种类，第一个就觉得奇怪，网虫，网军会在内部放网虫吗？那唯恐人家不知吗？这就是我们觉得有些程式的形态就不太对。好，再来呢，黑色的部分是 ABI 公布的，那 ABI 是我们自己研究，从恶意程式里面可以找到 IP， 红色的部分是 ABI 公布的，所以整个加起来，目前在网络上这么多 IP。但是黄色的不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没有拿到其他的恶意程式。再来呢，很多人的关心到底谁做的，因为有人这个一定是所谓的美韩做。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宣称做的是 GOP， 就是骇客组织。好，那再来呢，我们就回想一下，去年360韩国也有网军攻击啊，所以呢，可能是那个 Who is 这个骇客团体做的，当然这个跟美韩有点连接。再来，有些人想说 ，ABI 只是说一定是竞争人自己来做的，好，北韩自己来做的。那当然，这里又一个后续有个是叫南韩的电厂，南韩的电厂就叫富士安，上面叫富士斯，右边这封好像比较像一个，左边这看起来说不伦不类的样子。当然，最有利的爆料最严重，看起来最像事实的，就是所谓的是不是内部的资源攻击外部的骇客。那这个有公司自己出来宣布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尝试来分析一下。第一个 ，ABI 一直说这个是北韩做的，所以他举了好几个，比如说证据。那他的证据没有用任何技术方法，他用嘴巴讲。第一个，他本身的那个杀掉印度人行为是一样的。再来呢，他本身攻击的手法跟三个类似。然后他说他们可能有时候有看到一些北韩的 IP 过来的。好，这是 ABI 的论点。那这论点其实很多资安专家慢慢就越来越受不了，其实听起来就有点不对，就跟我们去年听到什么81次那个东西，数字一听就觉得不对。所以呢，这一位先生他本身不是 ABI 的员工，但是他曾经获得 ABI 最佳那个所谓的案件指导奖，这是 ABI 本身员工才会有，他本身也拿到了。好，那他拿到了这个东西以后。那所以呢，他在去年的12月20公开出来讲，他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真的没办法帮 ABI 讲话。他觉得 ABI 应该是那个讲错了。好，那这是那个第一个资安专家跳出来的，而且跟 ABI 有关系。但后续还很多，大概我在网络上大概目前已经有300个资安专家，昨天已经联署，然后写所谓的那个抱怨信给白宫，白宫已经收起了。所以呢，陆陆续续，你看 ABI 会被迫释出更多的证据。那这是我们在讲第二部分，这个 NORS 是一家公司，那他们宣称他们是最早去调查收理案件的。那他们的 CTO 跟后面的 CEO 都公开在美国接受新闻专访，他们证实他这个东西不是所谓的北韩所为，而是内部员工所为。当然，他本身也没有释出所谓的技术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还没办法鉴别。再来呢，网络上又有人爆料，
他说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这两张图。那这两张图大家注意一下时间，这个是所谓的十点，就是晚上10:07，然后里面的资料刚好就是被泄露的资料，那一直抠到第二天的清晨1:53，大概经过4小时到5小时，那总共多了多少资料？大概200G左右。那大家把它除一下，换算一下，刚好就是1:102.0的速度。好，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东西根本是内部的抠一抠抠出来的，这个也是一点之一。因为外泄的资料真的很大，外泄的资料除了我刚刚讲的1.5T 的一个资料以外，还有15T到20T 的影片，这么多资料，你从网际网路慢慢搬，到底要搬多久？然后第二个，搬的时候员工不会觉得奇怪，我们都很慢吗？那像这东西都是一点之一，这资料怎么出去的？这么大量的资料，好，那再来呢，就有一个所谓的一群治安专家，他们宣称 FBI 讲的才是对的，所以他履历史的这东西，大家注意看哦，我们刚刚履历史的只有到所谓塞浦路斯而已，应该要到美国而已，前面的，那这东西是 FBI 公布给全世界可以看到的，但是 FBI 还有公布一些只给他所谓的 trust member， 这个称为 TMP 红色的，那这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所以呢，他们宣称他们看到，那因为有人在讲看到那一道有没有证据，他就把它列出来，说你看 API 真的有证据啊，下面真的是北台的，那大家一看，哎、欸，真的是北台的，那这样是我要讲的，那真的是这样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欸，这些 IP 好怪，为什么跟我知道北台的不一样？北台的官方 IP 总共有4个 class C， 第一三个 class C 都在175开公用，一个 class C。不登机，登机在大陆名下，他跟中国大陆借了1926那里有一段 class C， 总共4个 class C 而已。那剩下的都是，比如说他租用或其他，不知道。至少你要确定他真的是北韩过来的 IP 的话，只有这4个 class C。留在上面呢，那这上面我觉得奇怪，就稍微查了一下，哎，啊，这个是首尔，这个是南韩，啊，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啊，全部都是。啊，为什么他说是北韩呢？我在想说，他该不会是晚上那个文字反光，那个 KR 跟 KP 差一线，不小心就看错了。这网络上有人提哦，有人说他们应该是看错，因为某个治安公司交出去的报告，明明写 KR， 就出去变成 KP。好，那这东西的话就是，那真的他如果是 FBI 的队友的话，那我会讲说，那可能他选错队友了。因为他加码爆量说，哎，这个真是 FBI 宣称的对，结果出去了，我是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好，那当然这个网站是很奇怪的，你可以里面上去看，它每天都有很多奇怪的爆料。那这个也是传闻之一。好，所以我刚刚把整个小道消息，那跟大家分析的。再来呢，剩下的是我自己个人观察，就基本上我们在处理恶意者是要做分析啊。其实通常如果是真正的网军的话，他很少说攻击成功，攻击之前就先勒索金钱。攻击之后又把资料到处散播，大部分的网军如果东西攻击完之后只能往后送，东西送完之后就被国家机密根本出不来，不可能像这样到处抛头露脸而且丢那么多，那这是比较奇怪的，那这是一个感觉就是不太一致。第二个，其实技术层次真的差很多，因为 ABI 是说这一次的攻击它的技术跟320本来技术完全一模一样，或者是很类似，都是把硬碟销毁，那硬碟销毁技术很多种，去年320的时候，他一个单一程式就可以做到一大堆事情，而且呢，这些恶意程式不会回流。好，虽然我那程式不会回流，但是我们这次有看到，他这一次恶意程式其实是会回流的，而且呢，这一次恶意程式他没办法直接对硬碟做复习，他一定要透过第三方一个人家那个商业的一个驱动程式，才能把他的硬碟做复习。这东西其实技术层次就差很多了。因为你可以做到直接穿过 Windows 去做复写，或者是你本身可以，比如说到所谓的那个自己独立去写，其实层次差很多，所以看起来就有点不像。那第三个，这程式码本身通常是我们掌握。你要注意看啊，320世界它会填那个所谓的《世纪帝国》两个游戏的名称，在等一下南韩的世界它也会填月版。好，那但是这次它填什么？填 A。这东西看起来就不太像，因为填的可能会有意义。为什么会有意义？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当兵的话，通常蛮苦闷，蛮苦闷的，你就在很多地方做一些小一个，这些小一个或多或少都反映在城市里面，就看不到。好，那在
程式码片段，我们在也没有看到比较相同的东西，看起来是感觉上是人写的不一样。当然有偷偷跟我讲，会不会那一些那个北韩的网军，然后都去劳改了，所以新来的资深的都去劳改了，所以那个来的都是新手，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蛮真实。好，再来呢，好，再来呢，我们通常会从恶意程式里面看看有没有异常之处，这次我没看到，但是去年320事件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320那些恶意程式的话，我们来回味一下。好，基本上这一段就是我们从恶意程式里面有看到的，他这个恶意程式去做 IRC 回报的时候做的事情。好，大部分人看完之后就没感觉了。WO 一个密码。好，努力的你把那个简体字的拼音输入法拿出来，你就开始拼了。WO 我 D E 的 H A O 好 P E N G 红。好，我的好朋友。那这东西我们那时候查了很多，那查了很多，当然就引到一些关联性。所以去年320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东西其实是南韩，就是因为北韩的军队到大陆去受训的时候，联合一起发展出的城市。那他为了显示，就是说北韩朋友为了显示跟大陆朋友友好，所以密码故意取这样子，是我会输中文的哦。那结果就写在程式里面就被抓包了。好，那是去年的事情。好，那像这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找出来。但这一次我们真的找出来都很奇怪。好，那恶意行为分析的话，基本上是两大支，一大支是攻击 server， 一大支攻击 client。那这个东西主要是攻击 server。那它攻击 server 这边的话，这一支程式进去之后，那怎么样管道进去还不知道，可能透过社交工程，也可能透过 USB。这个别人看不到，那但是当这个东西只要一中奖，那它就会分成两支，左边这个东西是恶意程式，右边是一个合法的网路可以找得到的驱动程式，专门做所谓的跟 DJ 的沟通的驱动程式。那这一支程式恶意程式其实可以看得清楚，它本身一执行的时候就会从自己程式内部抓一大堆搜寻内部的账号密码出来，也表示一大堆账号密码早就被偷了，然后被含在这个程式里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再下去，他就开始去扫整个网络，用刚刚的账号密码一个串，串成功之后，就把硬碟开，全世界分享，当着内部。好，那全部开完之后，他方便他到时候攻击的时候，整个内部网络一起动作，一次把全部东西杀光。好，那这一次的话，就是所谓的做破坏的动作。其实你看到，第一个，他这个破坏动作之前，还要先回去问骇客，问看我可不可以动作的，好，然后再来呢，这里就有说到底要调出什么样的程式，调出什么样的程式，最后呢，当骇客从云端下个命令要删除，他才全部删除，好，那最后这边他还会把 Microsoft 本身 Information Storage 这一个所谓的储存备份设备啊，这个机制把它停掉。好，因为停掉完之后就不用费了，那杀完之后，那个很多东西就直接杀光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硬碟你把它杀完，杀完之后它全部再把杀过的再背回去，那你背回去的东西是不是全部干干净净的，就没了，连备份伺服器都挂了。好，那第二个是攻击 client， 那攻击 client 的话，它本身这次就比较惨一点，它本身一进来之后，在中间的时候它就开始分裂，下面一分裂，包括有一个 K-Process 这一个程式负责把那个所谓的那个麦咖啡的房主杀掉，然后呢，中间一样有杀硬碟的驱动程式，再他秀一个图，这个图最后硬碟杀光之后会把这个图贴在屏幕上，所以你回来你的电脑看到就是一个这样的图片。那如果说重新开机就什么都没有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两个恶意程式。那这个恶意程式的话，本身它先会把，比如说刚刚分解了，分解完之后它就把麦咖啡的这些全部杀掉。好。所以呢，你还会自己都不见了，他不见完之后就给做坏事。那这个顺便透露一下，很多骇客会这样做，特别是很多网军的行为这样做。他一进来，先把房子停掉，停掉之后放二层次，二层次放完之后再把房子打开。那这时候你的房子刚刚是在所谓昏倒状况下，所以呢，他后面他就看不到。所以二层次在执行，跟房子就可以并存，而且并存之后，那个房子这一房子软体还会把现在 process 全部当成白名单。
所以以后有种，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只要防毒有不正常填掉，其实是要去查的。好，那这是里面的部分。那 Yodo 是不是跟我们补充一下你这边所看到的一些资讯？我是没有准备赛，不过这个问题我是也大概看了一下，那基本上是我觉得可以确认100%，这不是危害。然后上个礼拜其实那个美国的 FBI 就说他们会公布他的一些 indicator， 然后就是一些条件，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是危害之后，可是后来公布以后其实变化也不大，因为大家说他们炸弹的 IP 其中几个都是 North Korea 的，那他们觉得为什么是 North Korea， 就是因为 这些 IP 他觉得都是一些 government 的 IP， 而且在北岸 Internet Access 的被缩得很紧，所以一般人都也不能张网，所以他觉得这个就肯定可以保证是那个 North Korea 的那个政府。可是事实上是，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事情是反过来，是那些几个 IP 应该是单挑吧，然后那些几个 IP 其实都是登记在大陆的 register 或者应该是大陆的 register 下。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刚刚说那个 Sony to attribute to 那个网站，我觉得那个网站其实也很妙，因为你如果大概连续几天会观察那个网站，它其实会每几天它的 story 都会改，因为我自己也有观察过这个本身这次这样的它觉得都是 North Korea，过几天以后他会把 IP address 都会出现新的 IP address， 那下面的国家他会改成 North Korea， 他会改成 China， 那上面他会说这个是应该是 Chinese criminal group，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网站他这边也有点搞混。那我觉得直接的条件是，就是第一有一些 Sony 的 certificate 被偷走，那你如果在 Virus 上倒查一下我自己看过是，其实第一次在 Virus 出现的一些 binary 是被 Sony 的那个 certificate 上的是去年7月时候就有，那后来你会看到同一个 binary 多一个公认的 binary 是中心北约刚办，然后它的 locale 是 core underscore tr language locale 是 core underscore tr， 那可是后来是那个 FBI 也是拿来这个东西说locale 是那个 Korean 的 locale， 它应该是这个就是北韩，可是事实上是 code underscore care 的 locale 是在南韩用的，那北韩用的他们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一个是 FBI 所有拿出来的那些证据都是不真心的，都是我觉得完全是 questionable。 那第二个东西是以这个 data 的量的速度来说，是我觉得北韩的 network 其实大家时候我就不可能真的住。那第三个东西是，我觉得目前是没有人在看，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如果是收集那些 GOP 破过的那些文件，然后你分析那个 language， 那些 language， 因为我在台大其实已经我是第九年的那个博士生，所以我就这几年我都是搬东西留一些 paper， 然后我觉得亚洲的那些英文都是有一些很特别的 grammar 的那个，那我看那些文件以后，我觉得我感觉是那不是亚洲人写的，而且我觉得算是他的英文写的很奇怪，可是你相信看好像是也没有很明确的那种文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肯定是有人想假装他的英文不熟，可是因为他的母语还是英文，所以他也弄不出来一个很不正确的英文，所以现在的 structure 都很正确，他用那些article 都是很正确，所以我觉得那个肯定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insider， 那所谓的 insider 是因为去年跟2012、2013索尼其实雷干蛮多的，包括他的 IT 的部门是发了很多的，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里面出来的一些东西觉得要保护索尼，那第二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个 group， 然后他们就
黑掉了 Sony 以后，给他做 blackmail。那 Sony blackmail 就blackmail 不成，他就觉得那他办那些资料就公开放，然后那个受害。那第三个东西，为什么我觉得 Sony 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 Sony 马上觉得，哎，这个是一定是危害。因为 Sony 的那个Chief Security Officer， 他是以前是美国的那个Homeland Security 的那个一个组长。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人在网络写，就是美国这几年都是他不会让某一个危机浪费，但是有出现什么，比如说 Syria 的化学什么攻击的那些武器，美国就说，哎，那肯定是伊朗，或者肯定是那个阿萨。那这次我觉得其实那个 history 也是很类似，那就看到有一个不错的 opportunity， 那我们就拿来这个 opportunity 来攻击北韩，我觉得就现在就这样。好，感谢 Bruno。那各位新闻媒体，如果说你要写百分之百不是北韩做，要记得是我们 Bruno 在家做。因为他看到了，跟我们看到其实都类似。因为大部分资深专家其实你从他的新闻分析其实就觉得很奇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整个 ABI 上面所公布的东西跟你所拿到的二者是一样的，其实一比对就正常。好，那时间有限，第二部分呢是南韩电厂。那南韩电厂的话，当然我是引用了 IDO 报道，因为 IDO 报道已经把所有事情讲完了。好，那包括它本身的那 KHNP， 那 KHNP 其实攻击完之后发现这个 IP 来源是可能是大陆，那背后可能是这样。好，那再来的话，它本身已经泄露很多，那我今天没有修，因为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因为他没有说不能修，所以我都不抓下来的平面图啊、操作手册啊，那些都看不太懂，感觉上没什么用。那后来我去问人，他说那个冷却系统很重要，因为你只要从那蓝点里面做个手脚，那到时候核电厂就不能冷却，那就爆掉了。那第三个就是这边南韩调查，还有 KHNP 自己内部调查，他发现这东西是透过 VPN 再过来，而且 IP 大概就是120个，但是不幸的我没有换 IP。 好，那我下面讲的这东西就是从这个很辛苦的 Google 翻译，因为说真的这些东西真的很难看，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把翻译中文是完全不对，那到底 A 跟 B 这是什么顺序交换的啊？那还好了，还有一些韩国朋友帮我们，那所以那帮我把这理清。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专门做爆料，因为这个传说是骇客自己上来的，好，根据这些事情慢慢整理出来的。好，那当然还有一大部分就是 Google， 因为从 Google 我们要理清到底谁讲真话，谁讲假话，有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好，那所以我这边就列出了这样子一个时间表，比如说像我从那个恶意城，就是我拿到恶意城市，这个是一个 Word 的恶意城市。那韩国本身是用所谓的 HWP， 这样跟 Office 相容的一个技术体系。那 HWP 其实蛮麻烦的，它漏洞很多，但是呢，它漏洞是被爆出来之后都没有协议编号，所以每次我刚跟别人讲说要讲两个漏洞，都没有编号，我说啊，去年的那个啊，今年的那个，大家搞清楚到底是哪个漏洞。好，那我发现这个恶意的文件，11月28号他们就做好了，然后呢，这个没有写，12月9号的时候又重新包装一次，又重新测了一次，因为 Word 你按右键都可以看到什么时候被最后修改啊，什么时候建立的。好，那再来呢，12月9号他清晨就开始记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好，那总共记了5980波，真的很努力的记。那这大概是六种类记了这么多，寄给3571个人，占了整个核电厂的1/3的人口，记得蛮凶的。那表示在核电厂的那个所有人的 email， 大部分的骇客都知道。好，再来呢，大概记完之后下午了嘛，大家都上班了嘛，所以第二天一直到11点再来真的去点。好，那点完之后二一城市就被触发完之后，那个核电厂内部就有看到恶意连线。好，那为什么看到恶意连线？因为外网内网其实是不相应。好，那所以你有奇怪连线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侦测到了。那再来呢，过了5天之后，那个骇客就在南海的最大部落格，还有印那个前面，好，就 NVE 啊这个部落格就开始播。那骇客那天很忙，他基本上在那边就建立账号，然后 Facebook 建立账号，然后再来就他部落格开始发文，那一边一开始测试，再公布员工资料，然后看这个手机钱，
然后再来就是确诊的机密资料，然后再来就是通过晚报。报九号实在太急了，八点在其他勒索，八点四十分就确诊机密资料。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要上班。好，那所以呢，这边就下去。那再来呢 ，Twitter 他开始结账了，开始丢资料。那全部的资料丢完之后，那当南韩政府其实动作蛮快的。他们23号的时候就已经介入调查了，然后总统府就开始决定，因为骇客宣称，如果说你25号不关这三个人的讲话，我就要禁公开。结果呢，他这一边本身他们就开会，干不了关，后来决定不关，那所有消除待命，万一真的爆的话，大家就赶快跑。好，不好意思，因为他上网的时候就会别出来。那再来的话，26号刚好又有三个人就不小心爆掉，所以大家还是要把事情掉。那还好不是。那28号的话，NKGB 自己宣布他的调查，总共有117件资料外泄。那很可惜，网络上只有6件。好，那这个是恶意程式的列表，就是网络上你可以抓到这些恶意程式。那上面这一些 Word 的，你把它如果用那个韩文系统去打开的话，它就会调出一个 WSS 的列表。这个第一点，恶意程式就我们有一点。好，那所以这边的话，攻击就基本上骇客是透过这三个地方，包括沈阳，总共20几个 IP， 还有包括美国跟日本。那从这边，他就直接用这些 IP 寄 email， 直接寄到外部网路，让外部的人收到。外部人收到，有人点的时候，因为内网不相连，所以目前我找到的资料，他们说内部人发现因为是内网。那跟这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至少内外网它是实体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内部的资料真的被偷，被偷完之后，骇客就很努力的把这些资料先把它丢到 Dropbox 或丢到 Google。丢完之后呢，他本身又很辛苦的去把3家 VPN 的那个系统把它黑掉，攻击成功。攻击完之后，用 VPN， 然后再到 Facebook、Twitter、Husky 去散布连接。任何人上去这三个地方看到连接，按下去之后就可以找资料。我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去找你。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他攻击的时候不绕道，散布连接的时候才绕道。那这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得这骇客没有想得很清楚，或者说这个是两种的？好，那这种东西就蛮奇怪的。好，那再来呢？那个开始就有爆料了，因为南韩的一个骇客组织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去找，因为他们有固有 IP， 像我找不到 IP， 他们有，他们就直接给他打进去，打到这台机器里面，这个叫降，这个又有钱。好，这是骇客的电脑中继站，好，他们就把它打进去，韩文的，但是在沈阳 ，IP 在沈阳，但是呢，你连上去就在那边。好，那连完之后密码很好猜，因为呢，这个 JOHN 它的密码是1020，所以就用 JOHN 1020进去。那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东西。那为什么叫1020？不知道，因为它的系统是1020，骇客很喜欢取这个。这个你在 Google 可以找一下，这个骇客攻击过不少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冒名。好，那再来呢，这个是所谓的恶意的监控，让大家看一下。因为看到都输光，所以只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测试的时候点两下，它马上就执行。它这个 display 就是这攻击程式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完全没有感觉。按两下之后，马上文章就出来了，你完全不会感到任何疲惫，也不会有痛。但是恶意程式已经在连线了，然后在搬资料，然后再过了不久，你的病就好。那这个是所谓的那个欧盟的一个那个所谓的核电厂的那个资料。好，那再来的话，可以把这个文件，如果你按右键的话，可以看这个文件是这样设计的，时间就是所谓的2014年11月28日，就刚刚提出来的时间。好，再来呢，当你地点被绑定的时候，这种恶意程式你看，恶意程式里面就有写，它这东西会填在硬碟的每一个地方，填完之后它会贴在你的里面。跟你讲，事情做完了。当你看到这东西的话，其实你就回放家了，因为硬碟里面高高的，所以想怪一怪没有回放吧，里面全部都是负面的，你自己整个硬碟。那这个是他在这个韩国部落所说抛的东西。好，那这个是一张图，所以我很难翻译，好，大家自己看。好，那所以这恶意程式攻击其实蛮单纯的，收到工程邮件寄完之后，
那这个东西中间就是一个 WPV， 就是沃尔档。那沃尔档你就点二程式要调出来，调出来就直接否定的一点，时间到，当然有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就否定的一点，就这样。那所以呢，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程式？看到，那理论上应该还有往外传的。那往外传这东西在旁边是看不到的。好，那 HWP 分析，因为 HWP 你要分析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叫 HWP PROC 这样一个套件，派出所套件。那因为我在分析的过程就发现它本身程式有 bug， 所以我跟这个那个作者去聊天，所以如果你上去看的话，看到我的名字，你就假装忘记。对，因为刚刚讨论说他上面程式写的不对啊，应该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改。那这里二程是多少？二程是多少 ？Section One，Section One 如果再把它解开，就是我用这样的工具把它解开之后，它里面就一大堆这种格式。它格式里面有一个叫 Partition Test， 这个栏位长度可以自己塞一个很奇怪的，塞完之后跑上去一堆 UI， 那就攻击成功了。好，那所以整个攻击的部分在这里。好，那最后时间超过五分钟，我尽量在三分钟左右。好，那企业到底要如何因应这一类的？因为其实大家会想说，这东西其实攻击看起来都是很特殊的，或者是这攻击都是大量的，所以呢，大家保持一个观念：你以前花大钱当前面其实还不够。事实上，你可能要想，当真的骇客进来之后，你要怎么办？你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去找到他。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希望你不要关起眼睛，因为拖得越久，骇客让你摸得越熟。我们就发现，常常让骇客网管更清楚的网络架构，每次网络架构讲说网络不通，就测通的，因为骇客这样做。好，明明你的文件上面写 firewall policy 这个不通，这个不通，好，印象还看起来是不通，结果去测实际测的时候，网络架构全部通，三三八九一路跨跨的，可以从这跨通。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应该要专职的所谓的 IRB， 我发现大部分的 IRB 都兼职的，兼职的他哪有时间去吸收新知？没有吸收新知，他今天看到的问题，他怎么可能联想到哦，原来可能是个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仰赖一些设备其实不够，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是说仰赖外面的，里面的你要想办法解决。最后一个，你基本上有一个新的科技是可以帮忙的。那这个的话，我要讲个故事。好，这五个字是我自己发明的，桌椅小小书。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当你的家里扫地的时候，哎呀，刚进门，刚进门，扫起来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把桌子搬开会怎么样？马上啊，那个小墙啊、蜘蛛啊，全部跑出来了。所以呢，企业差不多，企业的政府网络，你每天在运作的时候，觉得奇怪，哎，这看起来都很正常啊，都没什么事情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把某个 server 的 IP 改到另外 server IP 去，然后跟所有人讲，讲完之后，第二天你来看，到底有谁用你的云端的？你会发现有好几个都是骇客。因为骇客哪知道你改了，所以骇客每天早上跟着你上班之后就很正常的跟着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失败的被你包的。好，因为我们的经验真的是有用的，只是这个东西在旧的科技里面，你的 router switch 这个网络天生的架构，其实架构跟改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如果说你用 SDN 这个新的科技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网络架构就随时能改，因为你听不现在硬体的一些思维，那这东西给大家参考。好，应该时间超过，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讲这个，谢谢。把白色接有问题一样可以抄下来，然后可以后面大会跟大家分享。